台中也是指挥中心的一部分啊。你真的来买的话，应该是陆军自己的自己装备。不知道他们会放多少罐头？我们要开走那最后几班车啊？他有什么特别仪式？没有啊。没有，就是这样。再见，再见。奇怪，有什么好拍？这么多人在拍。因为明天开始就走上面啦。哦，以后变成。对啊对啊。所以才叫最后一班。最后一班几点？8:55。然后9点多的嘞。没了，没了。今天不开了，停开。停开。哪有这样停开的？那因为今天要切换。要换路线。对。所以最后一班是8:55。南来北往的都截短行驶，再不然就是走海线。对号列车走海线。哎，他应该会有那个接驳车。没有，这次没有。听坤哥他们讲说没有。没有要台中上下的，你这样吧。坐客运。有这样的。哎。最后一班了，8:00。哎，你有客运吗？知道有客运接驳。因为你台中一切基本上。变成只能。我还很近哦，6:57。对啊，你再晚了就没车了。对啊，你台中七人就变成你南北就今天提早收班了。今天我觉得今天中部那些那个拍车的那些大咖应该全部都出来了，刘大力、Roger 他们那几个应该都出来了。礼拜六他应该没上班。我是觉得我蛮幸运的，竟然能够说我调回来的时候正好遇到台中高架化开始，刚好，时间点切的一样。叶仁和站长就跟我讲说，你要不要干脆来整理一本那个经，整理一本。我说，那个整理照片很累人呢，拍太多就是有这个坏处啊。对啊。因为那个是你的卖，对对对，游客箱有写过，对对对，那你有一个小饭团30块，对对对，就是那个，那个卖油饭的，就是那个，那以这两个贩卖台哦，以前是录取自己本身的，自营，对，以前是录取自己自营，我看花莲那个也是跟这模式有点像，就不是连锁，就等于是个体户，可是有些车站好像是。给 OK 的也有，因为月台上的彰化就是租给 OK。对对对，我去记得彰化。然后那个台北站的话，我记得都是台北站月台上面进去上面啊，上面对对对对，月台里面是没有，里面没有，对，没有那个上面。那等于那家也在建的，对。对，因为他那个不是会挡到那个进出通道，那个今天一定要也会一样。对啊，没有，我说那一家，除非他在飙到的话，那基本上。消失了。去哦，从这边顺着出口出去就可以了。那边有。哦，那个有啦有啦，旁边有流啊，要不然人怎么出得去？对，这么狠，关门放狗，只进不出。我记得以前我们开高雄那个极限大切换，我是蛮疯，我就觉得那一次蛮疯狂的，就。因为认识那个车勤部的几个领班，我那时候在月台上还可以，要不要喝冰的？蛮好玩的。可是车勤没有特别换班，没有，都在没有也没有，也没有，他们都折返。对啊，